善牧复活了，他曾为自己的羊牺牲了性命，为自己的羊群甘愿死亡。阿肋路亚！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你常以真理之光照耀迷途者重归正道，求你使我们信仰基督的人对一切有损于这名号的事物无不深恶痛绝，必能力行正义，成为名副其实的信徒。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门。恭读宗徒大事录。那时斯德瓦充满恩宠和能力，在民间显大奇迹，行大义事。当时有些称为自由人会堂的人，就是基勒乃和亚历山大人，以及基利基亚和亚西亚人，起来和斯德瓦辩论。但是他们抵挡不住他的智慧，因为他借圣神说话。于是他们便怂恿一些人说，我们听见他说亵渎梅瑟和天主的话。这样他们煽动了民众，长老和经师一同前来捉住了他，把他带到公议会。他们并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不断地说反对圣殿和法律的话，因为我们曾听见他说过，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毁灭这个地方，并要改革梅瑟传给我们的规定。所有坐在公议会的人都注视他，看见他的面容好像天使一样。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遵行上主法律的人真有福的，遵行上主法律的人是有福的。王侯虽然开庭对我妄加非议，你的仆人仍旧称辞你的律例，因为你的诫命是我的喜乐，你的典章是我的谋略。遵行上主法律的人是有福的。我公认了我的行径，你就垂听了我，请你教导我你的规程，使我明了你诫命的途径，陈思你奇妙的工程。遵行上主法律的人是有福的。求你使我远离邪说，免入歧途，赐我奉行你的法律。我选定了真理的途径，是指遵从你的命令。遵行上主法律的人是有福的。阿肋路亚，阿肋路亚。人不但靠饼生活，也要靠天主所说的每句话。阿肋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第二天，留在海对岸的群众看见只有一只小船留在那里，便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一起上船，只有他的门徒走了。然而从提比利亚有别的小船来到了，靠近主住歇后人们吃饼的地方，群众发觉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便上了那些小船往各法邦去找耶稣。当群众在海对岸找到了他时，就问他说，老师，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寻找我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你们不要为那颗朽坏的食物操劳，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物操劳，就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他是天主圣父所印证的。他们问他说，我们该做什么才算做天主的工作呢？耶稣回答说，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
就是要你们信他所派遣来的。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在今天的读经当中，我们读到的是斯德旺这个人。斯德旺本身是宗徒们所选的七位执事之一，执事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六品。那么呢，他们被选立出来要照顾这些人的饮食，照顾那些跟随耶稣基督人的饮食。其中最先殉道者，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为耶稣基督的信仰而殉道的，不是伯多禄，也不是其他的宗徒们，而是斯德旺。殉道也就是为了信仰舍身致命，为了信仰耶稣基督舍弃自己的生命。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所以从教会初期一直到今天，为主殉道的人大约的七千万人为耶稣基督而殉道。世界上很多的宗教，但是受逼迫最多的、受压迫最多的、殉道最多的，就是基督宗教。基督宗教不是单单指基督教啊，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方里的所有信仰耶稣的人，统称为基督宗教。那么，为什么信仰耶稣的人受这么多的迫害，受这么多的磨难，受这么多的逼迫？但是我们又看到一个现象，为什么这么多的逼迫，这么多的苦难，反而信仰基督的人却是最多的？世界上现在20亿，三分之一的人信仰耶稣基督，而且是信仰耶稣基督的国家都是蒙祝福的，北美、澳洲、欧洲、南美、非洲，都是大部分的人信仰耶稣基督的。特别是北美、欧洲、澳洲这些地方，都是国家也是所强盛的、发达的国家。从来没有人说我一定要移民到印度去啊！你不让我移民，我烧你国旗，没有的。所以很多人在移民美国、移民加拿大、移民澳大利亚这些信仰基督的宗教的国家，这就是天主的奥妙啊！所以逼迫在全球啊，除了北美这一块，全球每一个国家几乎都逼迫过信仰基督的人。那么司马迁在《报任案书》上说了一句话，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有些人的死啊，重于泰山。泰山我们知道是一座大山，中国非常有名的泰山。他比喻说，有些人的死比泰山还要重，而有些人的死不单单轻于鸿毛，而且遗臭万年。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是死的价值却不一样。斯德旺他为主致命，这个时候他们控告他三条罪。第一，我们听见他说过亵渎梅瑟和天主的话，说斯德旺是亵渎天主的话，跟控告耶稣的时候差不多的罪了，说耶稣也是亵渎天主的话。他们岂不知耶稣自己就是天主啊？这个斯德旺是宣讲天主的道理啊，这些犹太人却说他是在说亵渎天主的话，多可笑！但这些人就是这么可笑。那么第二点，控告他说，这人不断的说反对圣地和法律的话。第三点说，这个拿到了人，耶稣要毁灭这个地方，并要改个梅瑟给我们传下来的常例。这是他们控告斯德旺的三条罪。其实今天我们来回过头看一看，这些是罪吗？即便不符合你犹太的法律，该判死刑吗？也不至于判他死刑吧。但是他们就为了这些煽惑民众，用石头把他砸死，所以斯德旺呢就为主致命。
那么苏大王为主治病的时候，他祈求着主啊，接我的灵魂去吧。而且他看到耶稣坐在全能天主圣父的右边，而且他别人看到他脸上发光，如同天使。最后他说了一句非常伟大的话：“主啊，不要向他们算这罪债。”说了这话就死了。现在这个世界上啊，非洲为基督治病的是最多的，特别那些部落里面，他们为了信仰治病的人数是最多的。其次是印尼，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印尼这个穆斯林呢、啊、迫害基督徒啊也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么印尼的话呢，它是一个真正的是政府不管，政府不迫害，而是穆斯林迫害。马来西亚的话呢是政府制定禁止你不能够给马来西亚人啊制定传福音的，你可以给华人传可以。所以全球各地来讲，是哪里的逼迫越多呢，基督的福音越兴旺。在这个南美这时候有一个故事啊，是这样的：南美有这个游击队员啊，大游击队员，他们要打仗的时候的话呢，有个基督徒，有一群基督徒在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啊把这些炸弹放在这个教堂的洗手间里面，所以的话呢，如果你不小心，所以一去洗手间，啪就炸。结果的话呢，他们设想的很好，对游击队员的头呢，派一个人去了，结果那人没回来，又派一个人去了，到星期天派一个人去了，让他去放洗手间里放炸弹，他又没回来。后来之后的话呢，他非常纳闷，他研究一下说为什么派去这些人都没回来，因为他派去那些人呢，去了之后得听什么讲道理呀、啊？在教堂里参加活动啊，参加了参加去信耶稣的，所以都不回去了。那么那个老大呀，黑老大，所以有一天就去了，拿着冲锋枪，嘟嘟嘟嘟嘟嘟，把上面灯啊、嘴巴全打了，全灯就黑了。黑了之后的话呢，然后就说啊，你们今天谁要说信耶稣，留在这里；谁要说不信耶稣，走出这个门就可以活。留在这里的，我们立马打死。这个时候啊，有几个人啊就走出去了，但是其他的大部分的人都不动，都留在圣堂里面。这个时候啊，因为都黑不拉几黑黑的，因为把灯都打灭了，所以谁也看不到谁，但是就黑黑的在这里。这个时候啊，突然他端进冲锋啊，嘟嘟嘟嘟嘟几声，后来之后呢，这些人感觉哎呀管了死了，结果发现自己没死。于是那个黑老大，黑社会老大，那游击队员那个老大呢，痛哭流涕啊，他就说啊，跟随我的这些人，他们几天就背叛我了，你们这些跟随基督的这些人，马上就毙了你们，枪毙你们，为什么你们还不背叛他，不背叛基督？他说这个基督一定是真的，所以我也要信他。他也信耶稣了，大家万众欢呼高兴啊，感谢天主啊！他说：“哎，后来之后就问他说，那你刚才开枪打的那些，你开枪不是打死人吗？你是打谁的？”他说：“我是把那些出去的人，那些背叛耶稣的人，全给他消灭了。他们那些叛徒，我看到叛徒就可恶，所以把他们全给消灭了，把那些背叛基督的人全打死了。他自己也信耶稣，这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啊！世界上的教难不断的有，唯独致命的人不断的有。”今天基督召唤我们，让我们来讲，可能不是为他舍弃生命，可能是在我们的家庭中、工作中受一点点的委屈啊，受一点点的不公道啊，受一点点别人的一两句不顺心的、不顺耳的话呀，这些都是小的致命。所以我们要有致命的精神，我们也请求司德旺为我们转求，使我们能够以我们的生命为基督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以死而复活，为我们开启了永生之门。我们向他祈祷，主求你借你复活的奥迹加强你姊妹的信仰。主求你俯听我们，主求你垂听我们，求你恩赐灵魂的牧者充满圣灵的力量，妥善照顾他们的羊群。主求你俯听我们，主求你垂听我们。
求你恩赐，不是人民享受真正而持久的和平。主，求你俯听我们，主，求你垂允我们，求你怜悯遭受灾难的人，将他们的痛苦化为真正的喜乐。主，求你俯听我们，主，求你垂允我们。主基督，你是善，为你的羊群舍弃了生命，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求你仁慈地俯听我们的祈祷。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麦饼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酒水的沾和向着天主取了我们的人心，让我们也分基督的体与血。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往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往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但愿我们的祈祷和奉献上达天庭，求你大发慈悲，净化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时与参与着伟大爱情的圣祭。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上主，我们时时处处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现在我们更当隆重地赞扬你。基督为人舍生，永不再死亡，被人处死却永远生活，他在你面前永远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罪人不断地献祭祈祷。因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永远欢腾，同时天上的天使和所有圣人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基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终日去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拜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记得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尊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门。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不是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是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借基督的复活又恢复了我们获取永生的权利，请你将这生命之粮所隐藏的神力倾注在我们心中，让这逾越圣事在我们身上借助丰盛的果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